柔佛警方瓦解了一个网络赌博集团，两年来狂捞八千六百万令吉，最高峰时一天就有一百万令吉进账。这于幕后首脑，竟然是韩国人，九名韩国籍男子当场落网。的们们的 yang punya jaring internet yang pantas tuan dan setiap 3 ke 6 bulan mereka akan tukar lokasi operasi dia untuk mengelak daripada dikesan oleh pihak polis tuan 柔佛州总警长拿杜阿约翰指出，这九名韩国男子是客服人员，负责处理韩国网络赌客的事务，他们会被延扣十四天。还有一名充当跑腿、打点韩国人饮食起居的本地男子，则延扣三天。警方相信，韩国非法集团来到我国设立大本营，除了看重国内的网速以及消费林益之外，还能规避韩国法律。 在前天的两项突击行动中，警方起获了电脑、电话、四轮驱动车，以及总值十五万令吉的我国和韩国钞票。